好，欢迎收看4月27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我是张曼琪。首先，先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台北水源特定区筹设建满40周年，水特局特别举办感恩茶会，期许世代传承，永续经营。111年综合所得税申报有多项新制上路，纳税人请多加注意。东南科技大学表演艺术系举办成果展，表演内容包括了音乐、舞蹈、戏剧等等，相当多元丰富。曾经是饭店公关的刘正成，以对美食的热爱与专业，在新店光明街用炉烤美味征服老饕的胃。今天的热点看播要介绍的是机上盒买 Video 强片《木乃伊历险记》。台北水源特定区在民国73年筹设，至今届满40周年。台北水源特定区管理局特别举办茶会，感谢历年来为水源区辛苦付出的所有人，也期许水源保育与永续经营能够世代传承。台北水源特定区在民国73年依都市计划法筹设，至今届满40周年。台北水源特定区管理局特别举办茶会，感恩历年来为水源区辛苦付出的所有人。水特局局长刘秀凤特别亲自率领女同仁带来水源40精彩舞龙演出，借此期许在气候变迁挑战下，可以继续维护水源区，提供社会大众优质水源。树敌热之后，我们有做了一些努力，那现在看起来也恢复原来的龙井了，好，那之后还需要继续努力。刚好我们因为有刚好这个40年，所以我们就想说，集合大家，然后我们再来凝聚共识，或者是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更做到更好的，好，然后我们再来把，水源40往后还有40年的直流亮峰的水源。当天包括水利署署长赖建信、水特局前局长谢正道、陈兆成以及周文祥，还有水源区各区区长、里长等相当多来宾也一同出席茶会，更受邀体验舞龙。水利署署长赖建信不仅肯定水特局所有同仁的付出，也表达感谢之意，并期许大家未来持续努力。大家在看很容易，真正要去舞的话，大家就会知道说他是辛苦的。所以当大家在岁月静好的时候，是有人在负重前行，就有如同我们台北水源特定区说的同仁，还有包括我们在地的人一样，因为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环境，都是大家的努力。茶会最后则由老中青三代共同种植乌来杜鹃树苗，仪式主要传达长者奠定开创、中生代继承发扬以及新生代注入水源新活力意涵，期待水源保育与永续经营能够世代传承，永续滋养我们赖以为生的土地。记者陈明哲、门奇新店采访报道。111年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5月展开，北区国税局提醒，今年有多项新税制，其中与纳税人最息息相关的就是调高了免税额、标准扣除额、薪资所得与身心障碍特别扣除额。111年度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5月展开，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醒，今年有多项新税制，包括每人基本生活所需费用提高为19万6千元，纳税义务人本人、配偶及申报受抚养亲属基本生活所需费用总额超过全部免税额与一般标准或列举扣除额，储蓄投资、身心障碍、教育学费、幼儿学前及长期照顾等特别扣除额合计数，可以在申报综合所得总额中扣除。还有调高免税额、标准扣除额、薪资所得及身心障碍特别扣除额，免税额每人92,000元，年满70岁免税额为138,000元。标准扣除额，纳税义务人个人扣除12万4千元，有配偶合并申报者扣除24万8千元。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每人每年扣除数额以20万7千元为限。身心障碍特别扣除额，每人每年扣除20万7千元。另外也调高课税集聚金额，纳税人务必注意。记者陈明哲、门奇新店采访报道。东南科技大学表演艺术系举办成果展，特别邀请了深坑区长黄美华以及多位里长和学校师长一同欣赏他们精心准备的演出。成果展中包括了音乐、舞蹈、戏剧等等，相当多元丰富，精彩绝伦。
东南科技大学表演艺术系举办成果展，邀请在地乡亲和学校师生共同欣赏学生的精彩演出。深坑区长黄美华以及多位里长都特地前来观赏。首先登场的就是由来自马来西亚的周秋红同学带来动人的歌声。才能够融入这世界，每个人的脸上都。周秋红同学在各大比赛中相当有知名度，被称为奖金猎人，因为只要他一出场开口唱歌，冠军就非他莫属。而紧接着上场的是战鼓坊，以浪为主题，带来震撼人心、身临其境的感受。而仔细一看，击鼓的好几位同学也都分别出现在其他的表演节目中。表艺系主任吴维章就表示，这是东南科大表艺系的特色之一，希望同学都能够透过跨域学习，获得更多技能。现在因为网络发达，资讯取得的更容易。那现在这个我们系呢，东南科大的表演艺术系非常强调跨界合作。跨界合作包括像记者或者跟我们之间，我们要了解别人是什么样子。所以同样的，我们这边的学生不只会灯光、会主持、会唱歌的，也会跳舞。对，我们都希望他们至少横跨两个领域以上。这次的成果展中还有今年刚出 MV 单曲的第二期 ESG 女团，以及首度成团的 SKY 男团，个个都才艺满点。不论是以团体之姿演出还是个别登场，每一个表演节目都相当完整，精彩绝伦。无论是主持、唱歌、跳舞，还是幕后的舞台灯光，这场成果展全都是由学生一手包办。东南科大校长李青莹就表示，学校除了给予训练课程，也着重于实务的结合，让学生在毕业之前就能够拥有就业的基础能力。我们除了这一些正式的训练课程之外，我们也安排了很多的一些单位，让他们利用暑假跟寒假能够去他们的一些剧场或者一些这个舞蹈的一些场地，他们都有在做实习，而且这个实习是有分数的。那我们借由外界跟我们校内的老师共同来辅导，然后让他们呢在毕业的时候都已经拥有一些基础。这场成果展的内容丰富多元，包含了音乐、舞蹈、戏剧等等，每一个演出节目都看得出学生们用心的准备以及扎实的表演功力。而紧接着他们在六月份也将有戏展演出，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多加关注东南科大表演艺术系粉专讯息。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深坑采访报道。位在新店光明街有一间相当特别的店家，同时拥有炉烤两种小吃。老板刘正成过去曾经是知名饭店的公关行销总监，在这个中年阶段毅然离开了饭店业，用自己专业的餐饮展开创业人生，并用他对美食的热爱将炉烤两种美味分享给更多人。大红灯笼亮了起来，刘正成马不停蹄地开始在上架摊位上的各种食材，要在新店光明街美食一级战区开设店面，站稳脚步。没有个三两三，根本无法杀出一条血路。但是刘正成信心满满的一次端出两种不同形式的美食炉烤，让老饕们可以双重满足。那我觉得我们的食材跟别人的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同时拥有了两项食材，比如说一个是卤味，一个是烤肉。那我们又讲的是比较健康方面的取向。那有的大部分这边的类似像烤肉的部分都是用油炸过的，那我在这个部分我就会坚持，因为我就不油炸，然后保持食材的原形原貌。会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刘正成拥有饭店餐饮行销的丰富经验，不论是公关、媒体、企划、业务、行销，对于他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工作内容，甚至被对岸知名饭店网罗。不过遇到了疫情，让他又回到了台湾，此时也让他重新思考，为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转折的决定。毕竟到了一个年纪了以后，想要好好的做自己的事业，比较不要一直受限于这个工作的时间，而且工作时长很长的话，所以我就想说，我把我自己喜欢吃的、喜欢会做的这个东西呢，然后累积的这些经验，我就把它应用在我自己的现在要开的店的上面。展开创业人生的刘正成，发挥对餐饮的龟毛态度，以健康取向为初衷，
不论是卤汁还是烧烤酱，都不用化学酱料。许多坊间烤肉摊都会先油炸再烤，让出餐的速度加快。但是刘正成坚持食材原形原貌，即使多花一点时间，也要用心的让烧烤呈现美味。卤味的部分同样很花功夫，部分食材在浸卤过后更加入味好吃。因为一般的加热卤味的这个食材是，他们其实就是市场买回来洗过，然后就直接就放着，等到客人点了他才卤。那其实我们通常称那个过程就是煮熟而已，可是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是把买回来的食材先进卤汁先卤过了，对，所以其实如果你不再经过加热这个程序，你拿回去退了冰切一切也是可以吃的。褪去了西装笔挺的刘正成，继续用他专业的餐饮为自己的人生下半场努力。他说创业之后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相处，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未来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认识这家店。他会用最美味的炉烤与大家分享他对美食的热爱。记者陈小旦、赵芳琪新店采访报道。广告后继续来看热点看播，让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网络搭配 WiFi 6，不但提升传输速度及上传功能，更减少无线干扰，进阶提升 WiFi 覆盖范围，让您在家办公、线上学习更宽广自在。申办大新店网络500 Mbps， 免费升级 WiFi 6及借用 Mesh WiFi， 详情请洽2917-3939。喜欢记录生活、分享生活吗 ？Channel 3公用频道提供您一个最佳的平台。今天的热点看播要推荐的是《木乃伊历险记》。剧情描述三名木乃伊、一位公主、前战车手、战车手的弟弟和宠物小鳄鱼的有趣冒险故事，大伙隐身在地下的古埃及秘密之都，经历一系列不幸事件，最终闯入了现代伦敦，展开了一段不可思议却趣味横生的冒险。野心勃勃的考古学家偷走了王室戒指，而众人的目的就是想方设法夺回这枚戒指。现在就一起来看精彩片段。Egypt, a land of mystery, intrigue, and rich history.Doorway of sorts to afterlife. A world of mummies under the earth. A royal wedding ring. It's the man who took the ring. The only way to get it back is to go to the world of the living. Whoa! Great! What an adventure!It's beautiful. We walked like an Egyptian man. All the kids in the market place. Walk like an Egyptian. Oh, look! We can use a human chariot. Come on.来看巴布亚有哪一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现在申办大型店 All In 套餐，有线电视加光纤上网加高画质套餐一次享有特惠，免费升级智慧机上盒，速洽2917-3939。最大串流平台 Disney Plus 透过多功能数位机上盒就可以观看，限时优惠中，欢迎电洽2917-3939。使用燃气热水器及瓦斯炉等炉具，应注意保持场所通风，避免一氧化碳中毒，保障居家安全。新店区公所关心您。111年家庭收支调查自12月1日起开始办理，访查项目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敬请支持配合。机车出厂满5年，需每年实施排气定检，逾期未检或检验不合格，罚新台币500到3000元，最重将注销牌照。以上的新闻内容可以扫描画面上的 QR Code 到大新店有线电视的 YouTube、脸书粉丝团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张门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